墙看。啊，你出去啊？这都到点儿，咋还不来换岗呢呀？这都。咦，滚！不是那个，哎，那个。不行！哎妈呀，成功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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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呆！谁呆呀？你谁呀你？咋的？你干啥的呀？看不出来吗？保安，保一方平安的。爱保谁保谁，我住这儿。妈呀，钥匙咋还断了呢？啥门呢这是？我对头。哎呀，现在女贼太疯狂了，不偷直接改抢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把你团团的给包围了，包围你等等，你知道不？看这啥？黄飞鸿，看这啥？大鹏展翅，看着啥？饿虎扑食，这啥你知道不？这啥你知道不？知道不？知道不？你没必要知道这么多，你跟我走得了。哎，你干啥呀你？哎呀，我去了，给我来一小别的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抓个小偷，让我制服了。我看你是被人给制服了吧？对对对，制的服服的。哎，不是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看看谁呀，这么大能耐，还能把我们保安队的人给制服？哎妈，老疼了，制服了。你又是谁呀？林妹妹，姚哥哥，哎，不是，你别拽我画圈啊，拿我当圆规呢，搁这儿，哎，爸，哎呀，干啥干啥干啥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俩是一伙的，你是打入我们园区内部保安队的小偷。我今天把你俩都带走，跟我走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谁丫头呢？这是干啥呀？还左右制服啊？哎呀，你不了解情况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我俩是同乡，我们俩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撒尿和泥，一块玩耍。嗯，啊。没准啊，你以后还得管他叫嫂子呢。哎妈呀，瞎说啥呢你？哎，妹妹，这咋回事啊？我在这家当保姆，就这保安非得说我是小偷，你看就给我后面给我搅和的，钥匙都别折里面了。妹妹，不就是门打不开了吗？哥有招啊。真的呀，哥呀。来，你们两个把这个过道给我让开啊。妹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拦得住哥的门。这干啥要起飞啊？这是哥呀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呀呀，哎，不要啊，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个能撞开门的传说。妹妹请。妈一下就开了。妈呀，哥呀，这不是我家。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一个撞错了门的传说。你哈哈啥？现在谁值班？不是你值班吧？我出这么大错，就是你的责任。不是，好好站岗。妹妹啊，哈哈，我请你到楼下喝咖啡。那你俩咖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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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喝咖啡。咖啡是不？啊，对，咖啡。那我得走啊，哥。走走，快点喝咖啡，喝咖啡。不是，我好好站岗，好好站岗。
这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啊，他俩喝咖啡让我把黑锅背，当保安第一天，你说我咋这么倒霉。谢谢三位，谢谢。接下来那我们听听三位评委的意见。撞门的那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有点问题，就是你那时候关注点在哪里？你是关注说你这个哥哥太厉害了，能帮你用头去撞门，你对他的那种钦佩，天哪你太厉害了，还是说你关注你们家门终于给能打开能进去了？我觉得这两个点你可能要选一个。